产品在设计的阶段就已经决定了80%的影响。So talking about, you know, what linear economy is to circular economy, how the circular economy is regenerative design, what the circular economy principles are, what we mean by circular design, all the way to the mindset.如何能够暂停掉我们现在马上掉入的这个设计的思维，从大自然里面找寻一些灵感，给自己拓宽的可能。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改变去支持大自然管理这个气候，所以我们也推出了 Factories as Forests 这个pilot project。 我们就去想测量我们工厂周边的一些 high performing ecosystem 的一些 metrics， 例如说这周边的一个环境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能给多少动植物提供栖息地，能够净化多少水。我们的一个功能上的一个设计也是通过仿生学的一个灵感来源。我们设计出了这个 tactiles 的整个 installation 的一个 solution， 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tactiles。正是因为它，我们地毯本身每一块它都可以通过像这个叫做 Geico 的这个底背去紧紧的吸附在地上。在材料选择上面的话呢，通常我们都会有一些迷思，因为透过媒体的报道，我们会觉得说看到海龟鼻子上插了一支吸管，或者是鱼在塑胶里面游泳，我们觉得塑胶这个东西是很罪恶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必须要全面去探讨材料跟设计跟产品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材料，但是呢，是取决于每个设计师跟制造业者他要怎么去选择。所以聪明的选择很重要，但是材料部分可能没有完美。虽然我们的利益是良好，我们都希望资源能够不断的循环，但是呢如果不是用健康的材料，好，如果在设计开始你的材料呢就含有有毒的物质的时候，那我只能说这个循环的过程只是毒物的循环跟累积。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愿景呢，就是说我们是有智慧的制造和循环健康的材料。所以大自然会怎么做，那么很重要的是大自然又不会怎么做，这是我们在检视我们所有的 solution 的时候会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达到了效益，达到了我们要提升效能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大自然会做的吗？So we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feel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we are also the last generation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